十九位理事所组成，除了我们社长跟社长当选人是当然理事以外，另外有十七位理事由全世界34个地带轮流选出，任期是2年。我们台湾呢是位在石壁地带，所以我们每8年才有2年有机会被选为理事。过去台北社的 Gary 还有台北东森社的 Jackson 都曾经担任过理事，现在台北同德社的 Frederick 他是新任的，7月刚上任的新科的理事。那么另外一个主要的单位是福利基金保管委员会，他们有15位保管委员所组成。那么这个每一年改选1/4啊，由社长当选人来提名，经过理事会同意后来任命。那目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主委呢是叫做Clinton Smith 啊，他是2010-11的 RI 的社长。那我们的台北通声社的 Jackson 刚刚6月底才下任啊，才卸任这个理事的这个RI 的这个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的这个工作。